想，最法师，最当修，请掀开经本第十一面，第十一面，啊一名哦、都算第二行，啊，能。 阮将经文念一个，念一段，对对所在。嗯、我悟得会清净声，法音普及无边界，宣扬界定清净门，通达心清净妙法。对这首偈以下。 是化众菩萨法观，这是四十八观，一、这个真实的意义，也有处知 菩萨起心动念，无不是为度一切众生，所以以后才有四十八愿的大圆满。依众来宾。 对于第三首高第高首，拢是说明法官的状况。这首是阮吟声动服，这尊。 是的，这个世界，迦兰介绍正中关门，这个世界众生的根性，就像《灵验会上》文殊菩萨所说的。 泥军最来，文书简算完通，伊讲此方真交体，清净在英文，最世尊当你在世，是以音声作佛书，作佛书啊！ 作为一定爱记的，佛书都是帮助一切众生破灭、开悟、离苦得乐，这叫做做佛书。伊因啥做佛书，就是刚经说法，教导一切大众。 在中国，迄、那个时阵，也出现一位圣人，孔老夫子。伊老大人一生教学，也是以音声为教学最重要的一种方式。 甲世尊伫印度，会使讲是不无厉合。菩萨的法官度众生，当年爱故教如来故的上的智慧能力，才会将即件代志做好。 所以第一句讲，愿我得获清净相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明，希望家己会当个造福如来感欢，故叫利益一切众生的敌人。 刘棍从来，这是属于敌人，也难欢呼。为什么无这种智慧能力？这是咱家己唉，亲亲。 一反省，我伫《华严经》上，达人讲：一切众生，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德，都是德灵；相，都是相貌、相好。 亲像一般经论里所讲的，复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这是讲这个多用心。如果讲如来故地上嘅布心，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华严经上讲嘅毗卢迦那佛。 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毋知三十二相，八十丈好。不但正报相好，依报马是相好。但呢，读经文，非常的新鲜。我说一切众生。 甲伊拢共款，可是现在事实摆伫面前，为虾米人伊诶是化妆是记录？咱今那里所诶是三暴世界？啊，是不是佛讲即个话啊？讲了。

是伫咱凡夫家己这边，咱是毋是有如来智慧德相呢？实在讲有啊，一切众生个个古拙啊，毋是无啊，啊古拙咧，现在袂当起作用。 原因是什么呢？难揣摩啊！如果咱将这个原因揣掉，那你就大铁大恶，你就不是凡夫咯。何进做笔，将这原因给咱讲出来。我说，但以梦想执着，你不能正定。 这是世尊一句话，将咱的病根攻破。咱的病根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咱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灵。 就眼前咯，就甲祝福如来拢是共款啊。如果咱明白这個道理，发宗这句话，无白讲，这个我无白发，也并无过分。 实在讲，咱毋当也都爱亲像法宗菩萨同款法愿祈求啊！咱欲求佛的清净声。实在讲，原文内面已经讲得非常透彻、非常明白，佛的音声。 无比的美妙，音声为虾物遮尔美好呢？清静，你看文啊讲噶真清楚。咱今啊，你个音声未当恢复，是咱的心无清静，由此知影。 如果咱若想要得到如来圆满的音声，美妙的音声，妙高啊，什物程度？他经常讲啊，佛以一音二说法，众生啊，虽累各得解。 即阵代志可能无，如果咱将道理套彻，就知影即个代志可能。嗯、就讲道理无创，甲十款诶套彻。像看现在科技，电脑遮尔发达。 国际大型的会议当中，讲演已经用电脑可以自动换作各种无同的文字，这敢是人伫个讲台顶一音说法，大个人拢听有啊？电脑都做会到，分哪有做袂到道理啊？ 电脑啊，会比佛菩萨的头脑差远咯，未当比啊。对科技啊，来证实这代志可能，关键啊，拢在清净心。所以咱学佛对倒未来何去咧，对什物所在用真正功夫咧。 咱对经教内面揭露出几句公令，爱对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就回复了，你就会得,得到。 像如来同款的音响，就即种的德能，做些录音，下面讲咯。发音普及无边界，使用即个音响说法。 说法普多尽虚空变化界，一切众生，也就是四宏誓愿内面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多，你这会当兑现呐、啊？ 也咱也不发给即个愿，虽然发给即个愿无真实啦、啊，那也讲无真实呢，因为咱的心不平定，欢喜诶，众生看个真顺眼诶，众生就较多。 无欢喜的，看了无顺眼的，就毋加多啊。所以你嘅心要清净啊，你嘅心要平等啊，你袂当普度众生。所以学佛就对即个所在学起，学佛嘅平等心。 你看经教即里面，真侪经论你拢讲啊，十法界诶业因，当然啦、啊，十法界因缘无量无边啦、啊，非常复杂。佛说法无记卡，经里面所讲诶。 显卡方便呢，我将真正最复杂的因素，伫这内面找出一个最重要的因素，来甲咱说明是火灾的原因，也生活。 是何法解诶业因是虾米呢？何讲咯，平等心，平等心是真心啊，平等心是佛心啊，菩萨是六度心，冤家是因缘心。 先文字树地心，这敢是讲真清楚呢？难为恶佛，如果无对平等心来下手呢？无认真来去修平等心，你那会当普度众生呢？你那会当完成佛道呢？ 第即地有为少年轻的发师、发心、学习、研究，这个记咧，正是因咧心行的下脚，也正是因咧远梦。我嘛常常甲同学讲。 想要帮助现前世间苦难的众生，那拢知影，现在世间灾难太多了，众生真苦啊！你想要帮助伊，想要救多因，用么方法。 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啊，将即个佛法的道理，甲大家讲清楚、讲明白。佛法内面讲嘅是一关什物道理呢？一切经论内面，甲咱讲嘅是，呃，悟丢人生的真相啊。 这里面包括心性、是理论、现象、作用、语言、歌谱、范围，包括了十方三界啊，三界是讲过去、未来。 即个事实真相，你那是无清楚、无明白，你要安怎甲人介绍呢？你会袂安怎会当将这个事情给人讲清楚、讲明白呢？所以。 一定爱将事实真相弄清楚，这是智慧。表达了，还是先较方便。我家常讲：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 这是慈悲心，怜悯一切众生，护念一切众生，关怀一切众生。这是慈悲呀！有慈悲，也都爱有善卡方便，你这当表达出来。 咱也是需要即个能力，但是今仔日，即个能力咱未当得掉。好讲诶，咱有障碍。如果将障碍消毒咯，即、這个能力就得掉咯。为什么就得掉呢？伊是啊，本能啊，毋是对外面来。 是你真心自性内面稳固诶智慧德能，伊毋是对外面来，只要将障碍消除，你诶智慧能力就恢复咯。什么障碍？我伫经常上,上讲呀。 讲了无数遍呐，显示如来真实慈悲。知影咱凡夫最大的毛病是健忘，甲你讲咯，出讲堂就袂记咯。所以，逐工讲，逐年讲，永远不中断来讲。 希望你倒一工家己调的，毋通未记你长时间的分手啊，互保险机还，甲咱讲，两种障碍，障碍真多啊。归纳起来，不外乎即两大类，一个是烦恼障，一个是所知障。 什么是烦恼障？是非、令我贪嗔痴慢，这是烦恼。什么是所地障呢？成见啊！一般来讲，无人生见真深，这个成见都是所地障。 佛无意见，绝对无成见，佛也无烦恼，所以你下当将成见放下，将是非令我贪嗔痴慢放下。就像金刚经上所讲的，我想。 人上众生上修者上隆重奉下，你就得清净心，业智慧善卡就会好了，你才会当将你大众生的愿望兑现，发愿普及。 无边界啊！所以你的心量爱大，咱帮助众生，不是只帮助咱即个地区啊，即<对>个城市啊，无够啊，帮助即个国家，抑阁是太细啊。 我要帮助整个世界，会用力，袂真勉强，也无够大，也要变安怎大法咧？真虚空变化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爱真正发迹的心，咱啊想要度众生。 我道众生的范围是行遍十方、骗、持、空、自强三者，你一定爱发即款的心，你才会加诸生相应，你才会当得到诸佛如来威神的加持啊！为什么呢？ 你家做佛啦，如来动心、动愿、动地、动行，做佛如来哪有未加持的道理？你看即句咧，人的心量有偌大。第一句里面最重要的是清净。 第二句内面是无边界啊，我们内面上讲呀，心包太虚，两就三界啊。无即款的心量，你那会当恶佛？无即款的心量，你恶佛的功夫哪会得力呢？ 咱这同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你想要学佛，想要功夫得力，第一件大事就是爱将心中拓开。爱门能故是讲说刷法的来用，你说的什么法？善用。 该定正之门，如是坏音嘛、啊？护法，或是非常前无说法，像真复杂诶，诸法。 有能力解规律，归纳出一个重要的功能。即句内面就是菩萨的六波罗蜜，界定精进，即系阿比。 经文内面有详细说明，这个所在只是一个公窑，咱来了解世界，爱知影修定，爱知影精进，所以即句内面包括了三学六度。 下佛、啊、第一件要紧的代志，就是乞丐。乞丐意义，就是修法、修规矩啊。这都是乞丐。佛在经内面教人的。 教爱做的，人一定认真努力去做；叫人毋通去做的，人一定来避免毋敢做作。这都是世界。 盖顶非三黑，这个盖是公益的，毋是局限在盖在条文当中。你会了解盖在精神的所在，条文只有限，条文哪里会当包括咱日常生活，点点滴滴。 条文内面无讲啊，戒律的精神，包括就完完咯。所以，或者一切经内面的教诲，拢是戒。打姑拢是戒，打你拢是戒。 离开佛法，咱生活在这个世间，生活在这个国家，这个城市，国家的宪法，国家的法律，迄嘛是界条啊，嘛要遵守啊，袂使违反。这个地区。 大众到人生活，也有真侪公约规则，甚至有无文字记载的风俗习惯、道德观念。 所谓是入境随俗，教导一个地区遵守这个地区的风俗习惯，遵守这个地区的法律规章，咱才会甲这个地区的人相处，才会甲大家和睦相处。 这龙蝶盖入之中啊，所以三克每一厘一个范围啊，心量是共款，也是包虚空化界。你才会普度一这种心，你在这地区，噶这地区的人。 一极不相的，你哪会当帮助伊呢？你哪会当教化伊呢？所以学接引众生，甲咱嘛讲了真侪原则，素了法内面就是最会原则，或最相应的。第一个布施。 该这下众生结缘，结欢喜缘，第二个爱护，例行同事，苏锡丹也是加兰，接触大众的重要功能。 头一句话叫“世界色坛”，世界是啥物意思？令一切众生先欢喜心嘛、啊？要怎样才会当让一切众生对咱心欢喜心？咱持戒、修法、修理。 接受大众，这大众对你尊敬，对你心欢喜欢一心。你所讲嘅，伊真爱听，伊才会当接受。佮进一步，伊则听，依照即个理论方法去做啊。 荷花、秋黑的村鸟，是在听。佛家上讲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的法门，是往世间内面，法门无量世间黑。这法门，啊，用是甚物呢？ 要注意讲，专世修修定。修定嘅方法、修定嘅门径无共款。譬如禅宗内面，用观心嘅方法，用参话头嘅方法，教下就用读经嘅方法。 用机关的方法，拢是修定；净土中用念佛的方法，念佛要有观想念佛、观想念佛、持名念佛，方法真多啊！方法虽然无共款，目的是共款。 拢是修定，即、这个净土中无讲禅定啊，伊讲一心不乱，作为想法，一心不乱，敢就是禅定呢。<是>所以定是佛法修行的枢纽，正是所谓应该得定，因定开慧啊。 可是你真正要想功夫得力，这下面用精进这两字好啊，伊毋是用费，该一定无用费，用精进。尾后抑阁加一门，门就是方法了，门径。由此知影精进这两字重要啊。 这两字，咱绝对唔通疏忽啦！人今哪日修行，功夫不得力，著、就是毋知影即个道理。人是毋是真正认真诶修，真认真，也真努力？可是咱啊，毋是精进。 我想讲，咱是咧创虾米呢？咱说是杂进变太侪太杂咯，精进正是专啊，专一了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我讲了好啊，法门平等，没有阁下。 这是佛的金王经讲的，这讲的是真话啊！你要修学，你只要在所有法门里面出一门，一门都是精，一门侵入，那就有进步啊，就是精进啊。所以佛无教难杂进。 无教咱多进呐，教咱、啊、精进，这才有道理。为虾物呢？精进能得定，精进能开慧啊！《四皇四内面佫讲咯，法门无量四观学，即句话叫精进。 是不是有矛盾呢？我们无量世界学是公下道文啊，迄就毋是专精啊，是教的公下道文，跟精进即个教学诶方法无冲突。 但是，伊有先后的顺序，初学入门的时阵，一定要精进一门，深入。到什物时阵，你才会用得讲下多门呢？智慧开咯。由此知影、啊，一门精进是修改定慧三学。 广学多闻是菩萨三慧。你看文，文慧、思慧、修慧，文书修叫三慧。这个慧是什面？是开定慧的慧。你若无开慧，你到未来三慧。 三会啊，你有界定会的基础，然后才会当讲下道门。系度是法门无量世缘下咯。所以注意下知影精进，即、这个法门啊，会当帮助咱完成烦恼无尽世缘断。 这是成就咱家己的德行啊，传德啊，烦恼断咯，恢复到清净心，即、这个时阵才发梦无量世缘学，才讲下道闻啊。 所以伊甲正战无冲突啦、啊，但是咧有正拗处地无讲。如果咱将顺序颠倒咯，也你即一生当中你未有成就，你嘅方法用错咯，必须按照这顺序。 素黄世渊讲实在话，都是教导咱修行处的顺序。第一，你要发心，发心了后断烦恼，烦恼断尽了，无幻门。幻门完不完就先复多。这个处事啊，绝对袂用你错乱啊。 一定是迅速前进。实在讲，佛主比较接触，对小孩教过噶非常周到，大项拢甲你讲清楚，拢甲你讲明白。你只要听有体会复的意思，依教奉行。 无迄啰未成就诶，尾后即句咧更加殊胜咯，通达深亲微妙法啦。虾米叫深亲？深到虾米程度才叫做深亲？ 或对这个大乘经上所讲的为佛、无佛、逢灵究竟，这算甚深？为什么呢？顶高菩萨也从不清楚，很真亲嘛、啊。这是什么法呢？微妙法是甚么法呢？ 格祖一讲，都、就是啊，念佛换门啊，念佛换门，是心清净微妙法。

英门内面无人会超过普贤的，界门内面无人会超过文殊。文殊普贤即能为菩萨伫华严经的尾后，龙华观九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早年学佛。 对有净土，真正真难相信。就讲是佛说的尊重佛，咱唔敢反对，唔敢诽谤。但是被叫我学这个法门，那亲像啊，唔甘心嘛。对有大乘经教，非常的热爱，尤其是华严。 灵验法，华，在大乘经非常欢喜，到以后看到这个经龙归净土，才明白诸佛菩萨所说的这个法叫人行之法，体会到人行之法的意思。 也了解到一点啊，深深诶气味咯。这是看到文殊菩贤龙华观、王星啊。以后这么多年来，伫宗教内面涉猎，渐渐。 明白喽，知影即个道理，正是我伫观境当中所讲嘅：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心作心事啊。 是是是，佛是第一呀。佛是啥物、啊？佛就是咱的真心，佛就是咱的本性。佛无的外面，难为咱有做佛呢。 起心动念，言语做作，如果甲诸行相应，啊，你著是做福；甲诸行相违背啊，你是做众生啊。相应著是做福，未怎样相应呢？为万四千法门，拢是相应。 蒙蒙拢相应，蒙蒙拢是做佛。遮尔做法门，是毋是拢适合着咱家己来修学呢？无一定啊。何以讲？一切众生根性无共款。 现在外国人讲多元文化，这是新名词啊！我甲因讲啊，不但是各国人相处是多元文化，就是你一个人嘛是多元文化。因听啊，真奇怪，哎、欸，那一个人也变成多元呢？我讲你一个人，你。 唔止这一生啊，你有过去，你也有未来啊。过去无始啊，无始劫来生生世世，你经历六道轮回，多几道你拢经历过。你阿拉亚识含总的精气时期，非常复杂啊。你那唔是多元呢？一、這个人嘛是多元啊。 都是因为这个因果，所以佛讲的一切的经，无一定拢适合咱。咱要加以选择。咱实在讲，就亲像一个病边嘅病人共款啊，病真久咯，内面的毛病太多咯，毋是一种啊，一个蛋坑袂当救命 所以一定爱知影当选择啊，伊边主意知影，要爱对症，要来对症，诶，就是药到病除啊，你病就好咯。毋是虾物，药到拢会当医咱的病啊，毋是啊，一定爱伫药材内面去选择啊，对症才会用的、啊。 但修学佛法嘛是安尼生，佛讲的经论真多真多，倒一款经论适合我，诶，对伫我无良劫来的毛病习气，互我伫这一生当中就会当成就，这才系善性后果啊！ 咱现在，伫即个讲堂选择即个两部经，都、就是最切忌的。我句话讲，针对咱的毛病所用的一贴药啊，即两部经都、就是无量寿经甲大风广佛化严经。 华阳经真长，才开始讲啊。无量修经，对东修，过去也捌听过。听过两遍。即、这个经我过去讲过十遍，但是毋是伫这个所在，伫真侪国家地区。 但是即摆咧，咱有充分诶时间，无咧赶时间，咱会使详细讲。即宝经》啊，是一切诸佛如来，甲咱推荐诶，甲咱介绍诶。 荷兰的这部经用功夫，根性来的，你依照这个经修行，可以到明心达本，也都是上家讲的明心见性。这正是大势至菩萨在灵验经里所讲的。 不加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心开是心开意解呀、啊，就是上家讲的代代“代天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将军修的这个法门可以得到。伫正宗呢，虽然无叫明心见性，正宗叫你一心不乱。 利益心不乱，就是明心见性。召唤是化解，化验经常是发生大数地位啊。如果无即个根性，老是念佛也会当往生不提。成佛。这都是深浅微妙法啦。 心沉微妙法内面，也有心沉微妙的意思。即、这个意思讲袂真呐、啊，咱你一定要知影，啊，会当细心去体会。为什么呢？你若体会袂到。 你若会当去算算，你真正会当体会着了，然后即个根本玄开啊，逐里逐句啊，拢是心情美妙法啊，逐里逐句拢是不容易啊，咱来肯定，咱来相信，相信。 咱嘅真心甲一切诸佛如来拢是共款啊。呀，现在咧问题，咱要怎样，会当甲真心甲诸信相应，即是大问题啊。 诸佛如来甲咱讲，你诵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相应了。这个相应是三业相应啊，现总叫做三业相应。 未总内面讲三昧相应啊，心有意啊，心内面真正有阿弥陀佛，你意也相应，你心内面真有啊，除了阿弥陀佛以外，啊，最动手讲信心世界。 说出说法，拢总爱放下。这个放下咧，唔是讲无爱咯，压力就完全错了。放下是唔通甲伊啊挂伫个心上，思想照想，同款的甲以前啊，甲以前。 同款的生活，同款的工作，同款应酬，思想有，心上无啊！心内清清气气，一点不染。这叫做放下。不但这番放下，佛法也都爱放下。为什么呢？佛的金刚经里教咱的。 法上应下，何妨非法？迄、这个法是佛法啊？为什物讲佛法也得爱放下呢？佛说，佛法是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生就毋是真呢？因此，佛法那爱放下不？哎呀！ 爱要安怎放下呢？唔能接掉噶，放下你嘅分别接，接掉就掉了。难对合法，无分别心，无执着心，你就放下了。对世间<对>一切法，绝对唔能跟你心来。 永远保持你心底的清净平等，咱即个经题里啊，清净平等甲你来保持啊？呀，你你的三业就甲诸行相应，相应你就。 明心在本啦，你通达，然后才会当讲会出来。诸佛、嗯、如来，诸大菩萨，讲经说法，拢是对。 清正冰顶甲内面流露出来真言呐、啊？为什么叫做真言？即、这个真，毋是真假的真，真假的真无真呐、啊？ 即个真非真非假啊，非又非空啊，即才叫做真<对>我刚经说法，你袂当讲伊有算啊，你也袂使讲伊无算。你若讲伊有算，你错了。我刚经说法，确实无意思，无起心动念。 无想看，讲我要安怎讲法，迄是凡夫啊？落到心意识内面去咯。有无这念头？有的法怎样讲出来呢？应机说法啦，嗯、就亲像医生甲病人看病处方共款，你讲医生啊？ 有刷发无？有出远远无？无啊！看你是什么病，伊甲你讲出你迄个病的原因啊。你个病的状况，再甲你开处方。我刷发嘛是安尼啊，水雷化身。 随机刷法啦，那有一定的呢？如果讲夫有法可说，压力是玩功夫啦。你未了解功啦，有法可说，迄且什物款情形呢？好比医生将药方先开好，开了一大堆药方，你又比我合你一个药方，迄就是有法可说啦。 这种医生啊，一定会害死真侪人啊！人食药食死了，也伊唔承认。为什物你无叫我药远去调边啊？你错咯，我药远无错啊，你调边调错了，迄叫做无法可说了。所以，确确实。 无话可说啦、啊！你说无量无变法，你也知影即个意思啊？哎，了解事实真相啊？那怎样学习咧？我哋这经常甲咱讲啊，一句阿弥陀佛，明和功德不可思议啊！这是心经微妙法啦、啊。 可是你也会想念，未想念嘛？个人所谓，我怕那熬夜欧连呐，未想念吗？这未想念，并不是讲那无阿弥陀佛即六字你未想念，这三个仔嘛、啊，会想念吗？ 未晓念是你未晓用心啊！你要用什物款的心去念，则有效果。如果讲有口无心，无效果。念过较多也袂用哩，呀、啊，用什物心念嘛、啊，则有效果。拄则讲啊，清净心、平等心。 就好够咯，才会将即个符合意思啊念出来，就发味啊！你嘅念甲发气充满，你嘅念甲毋那是讲，但西方叫做世界相应。 甲家己诶真心本性相应，所以念佛爱会想念，未想念啊！一讲讲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讲二十四小时无中断，心肝内也是是非。灵我贪心几万，即叫做未想念啊。即种念佛未有成就，而真正是。 看看那、啊、熬夜忘年啊，有好处不？未使讲无好处。为什么比骂人比较好啊？比讲闲话较好啊？好处就是这代，大家啊，一定爱了解。这这首剧，我就甲诸位讲甲这代，意思实在真深，真深。 你家己详细去看，非常有意思啊！正看下面这首，下面总共是有六句，这是第二个小考。智慧广大深如海，内心、嗯、清净绝顶楼，桥隔无边恶处门。

家己成就，就拢是咱的最好的榜样。汝甲看，法中伊是怎样修行成佛呢？甲咱做一个模范，做一榜样。咱若要想修行成佛，哎，照伊的模样啊！ 第一句是“地回光带清入海”，还有一句“一剑割梦三昧列三昧是丁你看伊这六句，是修半，一地灰开头。 以三昧做总结，意思真深真深吗？也那、啊、想看咱家己修行，是毋是安尼？智慧<吧>。 咱今仔日简单来讲是理、啊，礼的呀，礼的电脑面啊，是感情。注意啊，知影情是美啊，所以叫做情色，美情。 第一会是你的呀，但生活、生活买是唔是你的、啊？也是感情呢、啊。无论、嗯、出家在家，每一<没>个人都有工作，那的工作是你的、啊？ 也是感情诶，除了这个证书以外，日常也免不了应酬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你是感情诶，也是礼节的，这排在第一句啊。 人真正想要学佛，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爱将感情转变做理性，你这叫做修行啊？为什么呢？感情是在错爱，从错爱修正过来，叫做修行。 修行是修正错误行为啊。你的智慧、功德、信心，还是比如？ 无知见呀，绝对袂用讲。有一点小小的智慧，就真正满足，得少为著，错了。<对>世间哪有智慧无无啊。咱看伊那像真聪明啊，有智慧？哎，毋是啊。<对>就和我那面讲，小智变聪。 佛法的智慧，一个标准是看你智慧内面是毋是有情。如果有情参杂在其中，这叫做细地变空，毋是真智慧。真智慧是专精舍理典型的，那是真智慧。 花相中里面所讲的转谢生智啊，这是真智慧，这个智慧，信亲信公，信公无罪啊。所以佛法嘅修学，实在讲，都、就是教人有一个转变。 如何转摄圣谛？上中来面讲话真明白。转阿赖耶为大王经，地，转般那为平等性地，转意识为妙观差别，转整五识为行所足地。 你也当转过来，你就是法身大师啊！在法界是佛祖菩萨以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师转袂过来，是凡夫啊。就是讲在塑形法界内面，你看在大圣教内面称伊做外凡呐。 六都是内环、啊，呐，无超越十法界，声闻、啊、缘觉、观教、菩萨是外环。呐，未请你做圣人，就勉强客气一点啊，请你做小圣，那是客气话啊。真正还圣的标准，就是。 转借圣地，你转过来，这是圣林。咱佛家常讲三贤十圣啊，拢是发生大事。华严经内面十祖十行、十位向的菩萨称为三贤，十德称为十圣，拢是发生大事啊。 拢是已经法界内面啊，毋是新法界啊。即系历史，咱拢爱清楚，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爱用智慧啊。过去龙门教下，老和尚接引大众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看你是毋是有智慧啊。 毋是看你有感情无，是看你是唔是有智慧。你有智慧，就是发气啊，你也当成就。你有感情，麻烦就真大咯。所以这，即句用智慧开端。 意思真深，真深，就是教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处事、待人接物，我讲者真白，真浅，一定爱第一的，唔通用感情。我种菩萨是安尼而法，伊教咱做一个最好的榜样。第二句呢？ 内心清净，绝颠落啊！也是清净的能力。大心经常常讲。 如来中，有念幻境，灵光经相。即句话是真重要的教义。内心本来是清净的。 现在要安怎恢复清静呢？你爱将电脑啊，甲蛋献煞。也著是将电脑放下。电脑是甚物呢？烦恼啊，烦恼诶，代名词啊，烦恼是作罪啊。 上宗，别法门门的内边，该归哪位？你十六类，根本烦恼，哪个？随烦恼，即有大随烦恼、中随烦恼、小随烦恼，合起来。 二十八个，你也该断气啊！抓起断抓啦！嗯、如果不断烦恼，你辛辛苦苦啊，你真辛苦啊！南少语上讲的啊，操劳啊！ 操劳过多，性命就对了，就减对了。什么物件操劳？烦恼咧？操劳啊！这系话，拢爱听清楚，拢爱听明白。毋是叫你什么代志莫做，压你完全创错咯。 上个大陆有人一人给我写一张批，讲听我讲经的录像带，劝大家放下，已放下咯，工作也无爱咯，什么代志也无爱做咯，写批来搞我讲什么呢？现在无办法，人家要安怎？这是将意思弄错了。 我叫你放下，毋是叫你卖去做工啊！毋是放下生活，毋是放下工作，在家技术毋是放下家庭，是放下你心里面啊，遐犹如牵挂、烦恼，叫你放下一个啊！有一款人讲，而且袂用的我无操心用，袂用的 无忧虑袂用哩啊！我点头问伊一句话：，你的操心、烦恼、忧虑是毋是会解决问题？伊想讲，会袂当解决问题，袂当解决问题，你要操心创什么？你要烦恼创什么？如果你烦恼会当解决问题，安、啊、尼好。烦恼袂当解决问题啊！不但袂当解决问题，点头将问题变害咯，变个一过较麻烦。 所以，好加难放下是放下烦恼，放下意见呐，放下遮物件，毋是放下工作，毋是放下生活，连食饭都拢放下，也你今是会枵死啊？哪有这道理呢？ 所以这每一句话的意思，一定要听清楚，千万毋能发生误会。何家咱看破，看破是甚物意思？真正将物件拢看破了，哪有即种道理呢？你看一间厝，你看伊十年八年，厝也未互你看破。 所以看破是对于事实真相清楚明白，这叫做看破。无看破是未明了、未清楚，清楚明白就叫做看破。放下是心肝内啊，未搁再牵挂。你这得到清净心，你心肝内。 有忧如，有牵挂，有思想，你来清净啊！中国人个性鲜明啊，真正是有智慧。因做的这个文理。 文理是符号啊！中国嘅文理充满着智慧。你看，你有书，你有想，你的心未清净。书是啥物呢？心肝内有真侪界限呐、啊。你看，心顶面有真侪家。啊。 迄叫做思啊，想是虾物呢？心肝咧咧打梦想啊，心内有梦想啊，迄是想啊，无清净，所以叫你放下虾米，将你心肝内迄壳壳啊、结啊，甲摕掉，将、啊啊啊、希望的想甲摕掉，剩落、啊、来著是一个心，迄、那个心著是清净心，迄叫做真心啊。 主要会知影，思想是妄心嘛，唔是真心。诸佛菩萨转输转路，佛菩萨无思想，这人一定爱知影。无思想的那个心是真心嘛？ 有思无相是妄心嘛？南今仔日学经，拄到最大困难，经学意思未了解，看个人的自解也看无，到底发生什么问题？ 问题的根源啊，就是咱有思有想，毋知影思是所伫，障啊，想是烦恼障啊。咱用思用想去看佛经，你哪会当看捌啊？不但经看毋捌。 过来做书大爹的注解也看唔捌，为什么呢？因这下人拢是无思无想，到什么时阵咱看有呢？咱也无思也无想就看捌咯。即、這个话啊，我也甲诸位讲过真多遍了。恁来准备钢筋，钢筋要准备咧。 无师无想，错了。要怎样准备呢？无师无想。亚力是做了真正诶好准备啊！那、嗯、今仔日。 掀开景观，这内面有声律，一定要查清楚，唔通改念错啊！这是要准备诶，<laughs> 因为这符号大家公认，读、啊、这个音也是大家公认，袂用你去乱制作做一个啊！嗯、这大家袂承认啊！名词术语有一定的解释。嗯嗯 爱查佛学书典，查参考资料，你也准备。里面的义理，没办法准备。上好的方法就是无思无想，一、這个无思无想，一、這个上台就麻烦咯。怎样讲法呢？上台爱叫好菩萨加持啊！ 我上台，人家看，在下面拜三拜，从什么呢？求菩萨加持啊！嗯、但呢，达故事歪呀，唔是事啊。怎样讲话呢？看大家目睭在讲话啊！ 这经怎样讲法咧？看恁诶目睭怎样讲法？我呀，所以恁下面听经诶人无共款，我讲诶就无共款。每一拜啊，讲经拢老有录音带录像带，恁去听看吗？我讲了十几遍，逐遍都无共款啊。有一寡东西甲我整理啊，大概啊，总是大东小二，结果一个听伊讲诶无共款。 完全无共款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无书无相啊！呀，这里面有一个闭关，我要团伙诸位，我袂忍发，我无保留啊！闭关是什么呢？ 清净心嘛、啊，清净心是真心啊。二六四中，永远保持心地清净、平等正觉足笔。<对>咱用这个心生活，用这个心工作，用这个心。 祝寿大林接物，念念跟祝福如来相应啊！经典是祝福如来对清净平等觉内面捞出来的音声文字，咱家己以清净平等觉心去感应，哪会有未向的道理？ 所以即句话就真重要，内心清净，绝顶牢啊！世间名闻利用，绝对毋能藏在心内，绝对毋能去目掉啊！贪嗔痴慢，一定爱断啊！ 虾米叫用功？断贪嗔痴慢，都、就是功夫啊！即、這个世间人，人间天上，五要六点摆伫面前，敢会动心未？注意啊！知影修行的功夫、啊，伫遮来锻炼呐？ 真正有修养啊！只要学会清净平等觉，不然一切经论，你会有障碍。你拢会晓你咯，世间一切法也未当难你啊！ 你才会得到真实的受用，才真正得到自在圆满。在佛法、在佛法里面讲啊，大圆满、大主宰，你才会体会到啊，你才会得到啊。所以这故事。 这些功夫，这第一句啊是教咱落救的所在。然后你伫诶一生当中，不但止一生，生生世世，对错，我心到如来地，用的什物功夫呢？都、就是啊，即句内心清净做定力。这定力内面非常功缓。 佛法甲咱讲啊，见事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名烦恼，这三大类拢是属于定罗啊，一定爱断。无断咧，你就未当了生死脱轮回；无断啦，你就无办法避免三恶道。 所以下面即句是“超过无边恶趣门”，即、這个恶趣门，咸鱼的著是指三恶道，地界恶鬼贴身。三恶道业因起什物呢？ 谈亲戚，诸位一定爱知道，谈心对恶鬼，钱灰对地狱，有此便贴心呀、啊！这是三恶道的原因呐，世间。 名门利用我约六点，是世间人探亲痴的对象的啊！下课的人有一关人唔卖啊？将呢个世间名门利用我约六点放下，放下最后安怎呢？谈互换啦，互换内面去了探亲痴。 也，咱嚟问讲，一个不提在位，个菩啊，是伫三度，三度诶业因是贪嗔痴，唔是讲贪嗔痴换只对象就无代志咯，是叫你断烦恼，唔是叫你换对象。所以诸位爱知影，你介意一个菩萨，介意一尊佛，袂用咧贪心。 盖依一部经典，盖依一个法门，也是贪心。讨厌、啊、那个法门，讨厌、啊、那个菩萨，情为什？拢的作业啊！嗯、这个现象，自古、嗯、以来有啊。难、嗯、修下净土，赞叹净土。 看到的不是修净土就讨厌伊，看到收净土的人起贪心，看到收别的法门起嗔恚心，也是在变贪嗔痴啊！也自以为修得袂歹，死了以后互阎王啊送去到地狱，也毋知什物原因送去地狱啊！你讲即有冤枉无？<水>实在讲。 伊对佛法无创清楚啊，这三生五会啊。咱真正的功夫，就是是非因果、谈真知哎呀，今年比今年旧，当年爱断，真困难，爱淡薄。 一个月啊，比一个月较淡薄，到一个月比一个月淡薄咯，你家己会感觉到你功夫突咯。刘进步。如果你下当一礼拜一礼拜感觉到，哇，还好轻咯。 我系梦想分别接触淡路，长程功夫啊！你每一礼拜会当发现，家己境界向上提升。一个月，一个月有即个感觉啊！长程功夫，一年有一年嘅感觉无共款，也算是功夫得力。 如果啊，毋是安尼西，那人哋喺佛法上打钢筋用功，打钢筋精进，烦恼失去，也是共款，一点仔拢无改进。换一句话讲，你嘅功夫完全不得了。 将来临命中的时阵，该去搞多一道，也是落去多一道，一点仔办法都无啊！这是咱爱敬格调，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，化妆比求职难过啊，是伊家己啊修行的功力，家己修行的原则。 无因无故，真正的功夫头前两句，这当中啊，前能句，超越目标出门，速度破地就惊人，是故难以修音正果，乍你明显。

三千多诶时间短啊，所以六道拢是恶道啊。迄、那个六道真正就无量无边，怎样讲？每一道内面拢六道。 南领导来边有一寡人福不真大的，一生享福像我们天堂感款；有一寡人一生受苦受难，就若像在恶鬼地狱贴生感款。每一道啊，拢有六道，六就三十六 这三十六道内面，每一道都,都有六道，顶顶无尽。天台大师讲：夸给人讲不该迁怒啊，都、就是说明即个事实真相，所以是无边恶处门啊。如果各讲即个意思。 我在因心，甲诸位讲，十法界拢是恶道。十法界来面，声闻、严格、菩萨、佛，十法界来面的佛，比如天台家所讲的总教佛、空教佛，拢要离开十法界，别教就超越了。 别高无伫诶修法界，因为别高初地菩萨破一片无名，正一分法性，并有圆教初住菩萨，这是已经法界。咱就知影讲，别高一佛破十二品无名，相当圆教二行位诶菩萨。 为什么讲十法界拢是恶出门呢？在佛法里面讲，圆成性啊，你用的是妄心嘛、啊，不是用真心嘛、啊？叫十法界则用真心，甲诸佛则是同性性。那是。 巧击无边恶处门呐、啊，所以这地敲击无边恶处门，这個境界最佳很多，完搞错出,出菩萨，别搞错的菩萨，这是古佛啊，用什么功夫呢？智慧。 内心清净，绝定牢。用这功啊！<music> 后面呢？这句俗声，速度菩提救经眼。如果那是无方便法啦，这就难咯、哦。 即个菩提，是万般菩提，万教一佛故。你看杜家讲了，超家啊，无边恶出门，最吉是万教初祖，初祖菩萨到如来故地啊，四十二个阶级。 这四十里也高级，也爱超格啊，速度啊，紧紧诶，就正得无上菩提，菩提究竟安？主要怎样？我佛地菩萨无究竟。 顶个菩萨也无究竟，万高的福果啊，这是菩提究竟案。即、嗯、句内面注重在速度啊，用什么方法下当速度？即、嗯、个话讲啊，真有道理啊，这阵<的>。 大神了，已经那边甲人讲，菩萨修道就竟然需要三大阿境境界。如果是三大阿境境界，伊就毋是速度了，伊慢慢的教呀。 第一个阿精季节，修三在位数。诶，即个咱以华严镜来讲啊，十主十行十回向，<是>三十个位位数。一个阿精季节，第二阿精季节，修七个位数，初地到七地。 第三阿金机甲就三位置：八地九地十地，三大阿金机甲修满到什么位处？发混地菩萨，三大阿境机甲注意啊！怎样？唔是十法界内面啊，十法界内面所修行的时间啊，无算力期啊！ 注意，千万毋通误会，凡夫修成佛，三大阿境之即个话讲错了，毋是凡夫啊，而是发心大师啊，缘觉初祖菩萨，未证到菩提究竟岸，需要经过三大阿境之现在发宗菩萨法源速度。 意思就是讲，唔系遐尼长啊，真紧就会修成功啊。有时咱就明白咯。我王尼他发言，个大家讲发言，马上一讲，忽然间明白这代志。 还是文殊普贤？为什么救生西方极乐世界？我忽然有这个疑问啊！咱知影文殊普贤啊，是华中会相的顶甲菩萨。华中会相的顶甲菩萨无简单呐、啊，毋是凡人呐、啊。 伊为什物要往生极乐世界？速到菩提救经难，著、就是为即件代志啊！嗯、咱你想想会教个啊？你甲看即个修行有难易？愈是啊浅见的容易，愈向后愈困难。你看，第一个阿境机甲修三十个位处，第二个阿境机甲修七个位处。 第三阿境集结修三的位处，要顶甲菩萨，即、這個、位处需要偌侪时间。但是按你推算来讲，至少要一个阿境集结，即、嗯、时间太长了。所以才会顶甲菩萨、十地菩萨、先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伊就成功了。 真正是速度啊！咱才明白这两字的意思啊。如果毋是速度啊，文殊普贤绝对无理由往清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为着速度啊！菩提究竟眼，这才升到。 极乐世界不但因往生，因真慈悲，看到华严会上正式接受的地上菩萨，所谓是十地菩萨是一种不二念佛。 接受文殊普贤的教诲啊！十地菩萨是是初地，总是十一地，这、就是定格，这是中啊，这是甲咱说明。华严会上定地菩萨无一个无念和往生净土，为什么？速到菩提究竟岸。 那是安尼啊！你回上咱确实关掉，因看到，意在又会发心大师，真正是东兴结了国家、啊。咱无对这大经仔细观察，速度这两年的意思，你体会袂到。 头前啊，这是超过无边屋柱门啊，小，超过三朵，大超过十花界，然后有速度菩提究竟案，这只到大圆满，这是究竟圆满，这是咱爱的激列，咱来学习。 我总啊，甲咱做上介好诶榜样，拿来寄出教诲，知影家己怎样修学，不断烦恼是绝对袂当成就，不断烦恼绝对袂当超越恶趣门，菩提根就唔免讲了。 所以，希望诸位动手在经营上一定要注意，细心注意，咱才會真正会得,得到受用啊！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讲到即第。<noise>